在吹呀吹，吹得很多东西天上飞。一个女孩在追呀追，任凭东南与西北。一阵风儿它在吹呀吹，吹得很多东西天上飞。一个女孩她在追呀追，追的过程很陶醉。哇，谁能体会？一阵风儿在吹呀吹，风儿吹过之后天黑黑。追风女孩她不理会，任凭苍天掉眼泪。一阵风儿她在吹呀吹，吹得苍天就要掉眼泪。雨季来临不分是与非，眼泪掉了不论喜和悲。啊，谁能体会？你要给我一个机会。啊，谁能体会？把伤感的故事掩埋，雨季不再来。喂，没看到有人在这休息吗？真讨厌。怎么不欢迎我啊？嗯，陈露，你从美国回来了？哎，快躺下，你有病啊！哦，哎呦，哎，对了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想我了？少油腔滑调的。我这也是情不自禁嘛。猪头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还不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为了你呗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你到医院看我，嘿，一使劲儿，嘿，病了。你说浪漫吗？浪漫你个头啦！哎哦啊哦哎呀哎呀哦，没事吧？嘿嘿，没事儿。讨厌。哎，你吃哪个呀？嗯，我想吃冰激凌。你有病啊！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想吃冰激凌？人家是病人，生病了想吃冰激凌都不可以啊。好吧，好吧。我去给你买啊，走啦。玉琴姐，雨涛呢？啊，雨涛他先走了，他让你别等他了。对啊，他刚走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明明，那个孟思佳真的很过分呢，敢跟你顶嘴啊。还不是仗着他老爸是当记者的。明明，你不会怕了他吧？我怕他？他算老几啊？我怕他？明明，明天的羽毛球决赛你有把握吗？没把握的话我怎么敢报名呢？孟思佳羽毛球很厉害的。嗯，啊，我问你，我们是不是好姐妹啊？当然了。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他不仁，我也不义。你答不答应嘛？答应了。啊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明天呢，就会有好戏看了。
是吗？是的呀。思佳，好玩。思佳，那我们不打扰你喽。是啊，拜拜。拜拜。雨涛，快走。吃吧，少爷。我打着点滴呢，怎么吃啊？哦，那就打完再吃喽。那打完了不都化了，怎么吃啊？你烦不烦呐？你想怎么样啊？你说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喂我吃吗？洪家伟，你很过分啊！你以为你是幼儿园小朋友啊？喂，我生病了吗？哎呦哦，我头又疼。哇、哦啊！好了，我喂你。看什么看呢？吃啊！看什么啊？你真好看。好看你个头！快吃了，让你吃。哎呀，佳伟啊，你怎么吃冰激凌了呢？阿姨，这是我给他买的。我就知道是你给他买的，他正发烧呢，吃点冰激凌啊，好降温。妈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来，我来喂。去。阿姨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小鹿啊，你要多来来，你来了，我们家伟的病啊就好了。好，走了，再见。陈露。来，宝贝儿，妈喂你吃。你自己吃吧。听话啊。那个孟思佳不但气我，还假扮纯情。小声点，看门口。坐那儿吧。好。二位需要点什么？两杯橙汁吧。同学你好，请问你看到孟思佳吗？孟思佳？嗯。哦，我好像刚才看见他和一个男同学去对面的咖啡厅了。看见没有？就在对面。谢谢啊。啊。思佳，这就是我们的校园。好美啊，跟我想象的一样。每个黄昏，我都会在这条小路上写生。好幸福啊。那你以后还会画你们的校园吗？会的。我有一个请求。你说吧。以后你再画你们校园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把你的背影画进去啊？好。谢谢雨涛。对了，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拆开了吗？我非常喜欢那条水晶鱼。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很不开心啊？但是我现在很开心。你喜欢我送的礼物，我也很开心。
哎，思佳。哎，小鹿姐。陈露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昨天刚回来的，刚好路过这儿看到你们，真巧啊。天哪，我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们。你看，这是宇涛送给我的画，画的是他们学校，漂亮吧？很好看啊，风景也不错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小鹿姐，我要回去上课了，我要迟到了。我明天要参加学校举办的羽毛球比赛，你们两个能不能来为我加油啊？我和宇涛一定会去看的。好，那我等你们啊，我走了。啊，走吧。这是什么呀？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谁都不能看的。什么好东西啊！哎，你别看啊，孟思佳看起来那么老实，暗地里却勾引男生呢，还约。别瞎说，这多不好啊！怎么是瞎说呢？是周明明和我亲眼看见的，看不出来他有这个本事啊。就是。快走。是周明明在咖啡厅里看见的，他和那男生啊还亲嘴呢。哇，还做什么啊？那谁知道啊，这年头啊都是假纯情。那叫假纯。宇涛，你还真有一套啊！不就是画一幅画吗？我是开玩笑的。宇涛，咱不说这个事儿了吧？好吧。哎，走吧。哎。什么东西啊？定情信物啊？怎么不说话？心虚啦？下一次你再画校园的时候，能不能把自己的背影也画进去啊？干嘛看着我？哎，让我们看看嘛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背影啊？给我，你别动！哎呦，给我看看嘛！什么？思佳，她在谈恋爱？我亲眼看到的。我想帮她，她竟然在同学面前打我。听说你也撕了人家的画？我不是故意的，那画是他们的证据。还要喝水吗？不用了，那你要放松打哦。好了，你们就在一边好好看吧。啊，好，思佳加油，思佳加油。好了，你们快过去吧，你好好打哦。哎，思佳，这是你的鞋子。谢谢你啊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赢的。
明明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别理孟思佳，你一定会赢的，就知道吗？嗯。小情人来了，那在哪啊？哎，你说思佳会不会赢啊？哎，你们快看，那个女人也来了。什么样子啊？给我，你们走吧，快比赛了。嗯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嗯，好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哎，你快看。思佳的比赛要开始了，现在请运动员练球。不知道思佳到底行不行？这不是有话说了吗？比赛正式开始。思佳好厉害啊！喂，是思佳的妈妈吗？我是啊。我是思佳的班主任。哦，思佳的班主任啊。思佳在学校里出了点问题。什么？你能来一次吗？那我们见面谈吧。哎，思佳。你没事吧，思佳？哎。别人都在看你呢。思佳，她脚崴了。还有一分，思佳就赢了这局了。别胜出，来喝点水吧。你看思佳平时挺文静的，打起球来还真有那两下子。你看刚才那扣球，还真有点专业运动员的水平。让你去当解说员，好不好啊？刘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让你等我。这都是为了孩子嘛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直说了，我怀疑思佳在早恋。这是真的？嗯，就在这里，有人看见他和一个叫夏雨涛的男生在约会。或许这是男女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吧。据同学们的反应，他们的交往应该超过了这个尺度。哎，思佳，思。
的鞋。孟思佳同学，请问你要放弃比赛吗？怎么了？这鞋，坐吧坐吧。孟思佳同学，该你发球了。思佳不穿鞋打球，他还不嫌疼。拿冠军了，对呀，而且啊，还是光着脚拿到的呢。你喂我吧。美的你。那他们两个人怎么不过来跟我报喜呢？人家有人家的事儿嘛。思佳脚磨破了，你挑送他回去了。哦，哎，那你怎么不去送他？我才不坐电灯泡呢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你一定是担心我，顺便过来看看我。别在这儿不承认了，做人要厚道。洪家伟，我是因为无聊才到这里来的。无聊？哎，我也无聊，正好咱们出去散散步去。没这个心情。哎呀，我都在这儿憋了一天了，都快疯了，走吧。喂，陈露，咱们走慢点行吗？凭什么？是你说要出来散步的。是散步，这都赶上竞走了，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没准还能拿金牌呢。拜托，我是病人，走慢点行不行？出租车。喂，干嘛？回来。谁让你掉车了？生命在于运动。你想怎么样啊？哎，那边有个公园，咱们就去那儿坐坐行不行？休息一会儿。真有你的，洪家伟。坐就坐，我正好有事问你呢。有点冷，别嬉皮笑脸的。我问你，于涛为什么和别人打架？他和别人打架？哼，开什么玩笑？他不是因为打架被退学的吗？对，他是和别人打架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嘛，我当时不在现场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你真是够猪头的。你还当老大呢？你连这个也知道？我去过你们学校啦。真笨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诡异的。你看看你，连个夏雨涛你都照顾不好，你就不内疚啊？行，我罪大恶极，我十恶不赦，行了吧？
走了。哎，你不累了？我待在这儿更累。妈，找我有事儿啊？这是谁画的画？当然是雨涛了，除了他，谁能画那么好啊？思佳，来，妈妈有话跟你说。嗯，好，你说，我洗耳恭听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雨涛了？我不是早告诉过你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。妈妈今天问的不是这种喜欢。啊，那哪种喜欢啊？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？谈恋爱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是觉得，有的时候挺想他的，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开心，可是我看到他和小璐姐在一块儿，我又不开心了。好了，思佳，妈妈今天跟你说，你们两个以后不要再来往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们俩这是在早恋，知道吗？什么早恋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思佳，哎呀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我们不道德了吗？我们欺骗谁了吗？我们没骗谁啊，碍不着别人的事儿。你给我住口！凭什么让我住口啊？说不过我啊！我今天跟你说，妈妈今天跟你说了，你以后再也不许和他来往。凭什么不和他来往啊？你不让我跟小璐姐来往，不让我跟雨涛来往，那你把我关到笼子里去啊？司机啊，妈妈这是为你好，为我好，为我好，为我好，我不听。哎呀，真是！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把妈给急死了。你是不是又找夏雨涛去玩了？你管不着。哼，又是这个夏雨涛，真不是东西。妈，请你尊重一下我的朋友好不好？哼。对了，那天上午啊，我还看见他缠着陈露说话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有完没完啊？这臭小子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？女朋友都被人家抢走了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就敢冲妈发脾气，你呀还是不是男子汉？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妈不说了，你有本事啊，找陈露去表白。表白就表白。哎，宝贝儿啊，佳伟，什么？雨涛因为打架被退学了？妈，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。他家里人还不知道，只有我和佳伟知道。我希望他不要受到伤害。那你还要继续你的计划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。你这样做对他难道不是一种伤害？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。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因为或许以后会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。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吗？那你不会的。就那么自信？因为你不会伤害到我。老板，哎，你那腿怎么样了？哎呦，雨涛，谢谢你，我的腿啊好多了，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。是吗？那就好。我那幅画卖出去了没有？卖出去了，还卖了一个好价钱呢。真的？嗯，那我以后专门在你这里卖画，好不好？欢迎啊，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。哎，老板，这幅画是哪儿来的呀？哦，这是一个小女孩送过来的，她叫我裱好。
哎呀，这么好的话，可惜成了两截了。是呀。哎，雨桃，这画和你的风格倒挺像的，该不是你画的吧？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喂。哦，雨涛啊。嗯。好好好，那一会儿见，拜拜。你累不累啊？昨天来公园，今天又来公园，你想干什么啊？其实也没啥事儿，就是那点小事儿。你不说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我问你，你还追不追夏雨涛？洪家伟，我知道你怕伤害夏雨涛，我知道你为他两肋插刀，行了吧？陈露，我不是问这个。那你到底想问什么呀？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有那么一点可爱？一丁丁点儿可爱，一丁丁丁丁点儿可爱，行了吧？有没有？你很可爱。啊，真的呀？可怜没人爱的可爱。红颜薄命啊。洪家伟，你是不是对我贼心不死？是啊。不。我没有，哈哈，你爱上我了。我哪敢爱上你啊？虚伪了吧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？当然不敢了。以前我爱上翁美玲，结果她死了。后来呢，我又爱上邓丽君，她也死了。如果要是我现在爱上你的话呢？万一你在这，猪头，你敢咒我啊？我死了！喂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猪头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等着，我马上到。我有事，拜拜。我也有事儿。哎，那么急找我，到底找我什么事儿？家伟，我不爱陈露。哼。你爱不爱陈露关我什么事儿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？嗯，我相信你。哎，是他吗？走，咱们找他们去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啊，本少爷平生就怕两件事：一，蟑螂；二，女人。不会吧？哼。来，谢谢。你说我妈多不讲道理啊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大人都是这样的。你得帮我想个办法，这样可不行。思佳啊，你说老实话，你真的那么喜欢雨涛啊？嗯，而且是越来越喜欢。那你相信我吗？信啊，除了雨涛，我最信你。你过来，嗯，来，有主意啊。啊？可这是演戏，能行吗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，一定行的。哦，那行，小罗姐。那等成功以后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那既然这么说定了，我通知雨桃了。嗯。
现在就谈啊？太快了吧！想好了就谈呢。啊？他呀，现在肯定跟洪家伟这个猪头在一起。你等着。通了吗？嗯。喂，洪家伟啊。陈露，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。你少自作多情了，我找雨涛。哎呀，丧自尊了。你找他干嘛？嗯，你叫他半小时后到工艺美校对面的梦吧找我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你不许来啊。啊，知道了。行了，现在轮到给你妈打电话了。你说陈露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嗯，哼，我怎么知道？他又不让我去。不行，咱们俩一块儿去。切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洪家伟，关键时刻你得陪着我。喂，他要是看见我的话，不把我给吃了才怪呢。啊，那你一会儿晚点进去，你就说你口渴了，想喝点饮料。哎，思佳，雨涛，陈露，雨涛，来来来，坐这儿。你们神秘兮兮的找我干嘛呀？嗯，思佳她妈妈已经知道你们谈恋爱的事情了。好的。你说什么？而且，她妈妈知道以后非常生气，还禁止你们来往。不是，这。所以，我找小璐姐帮忙。什么？你找他帮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演一场好戏。哟，演戏怎么不叫上我呀？哎，你来干嘛？哎，我口渴，进来喝杯水可以吧？口渴就去洗手间，马桶里有水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啊，坐下来。都怪你了。你的饮料，谢谢啊。刚才哟，大家都在呀。好的，好的，两杯蓝山。阿姨好，来来，您坐，您坐。阿姨啊，几天不见，您又漂亮了许多啊。啊，司机啊，你今天不是要去学校打扫卫生吗？嗯，还没到时间。该不是他们几个帮你打扫吧？阿姨，约您到这儿来是我的主意。是吗？我怀疑最近您对我们产生了很多误解，所以想当面跟您解释一下。好啊。您是不是怀疑思佳在和雨涛谈恋爱？您是不是还禁止他们来往？哎，来了，我是张老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其实谈恋爱也没什么的啊。好的。其实您误会他们了。对对对，您误会了。思佳她在跟我谈恋爱。喂，闭嘴了，猪头。其实和雨涛谈恋爱的是我。对啊，妈，我也可以为他们作证的。我只能说。我很吃惊，阿姨，您就不祝福我们一句吗？阿姨，祝你们快乐。不是阿姨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夏雨涛，要不要我也来祝福你们两个人？佳伟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佳伟，其实这是我跟小璐姐，我们俩其实这挺好的，我都明白。我祝你们幸福。好的。佳伟，佳伟，哎，雨涛，佳伟，雨涛，哎，小璐姐，他们怎么全都走了？我
我们到底算不算成功啊？你说呢？我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迟到了，我要回学校打扫卫生，有事告诉我啊。哦。明明，羽毛球赛你很不错呀，拿了亚军呢。亚军算什么呀？有些人还拿了冠军呢。你说思佳吗？她打得也不错呀。哎，人家呀不是打得好，是小情人好。嘘，小声点。我怕什么呀？本来就是嘛，凭她的实力怎么可能会拿冠军？哎，可是人家有小情人来帮忙，一下子激情澎湃，超常发挥。这个啊，就叫做爱情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啊！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你没看见的东西还多着呢。这个年头，要装处女谁不会啊？你太过分了！你干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呀，发那么大的火。有那么复杂吗？孟庭轩，你怎么还那么糊涂啊？哎，你不是说陈露在和雨桃谈恋爱吗？哎呀，那是他们在演戏，那叫障眼法。哎呀，也太复杂了吧。现在倒好，思佳不但和雨桃搞在一起，而且还和陈露他们搞在一起，我看早晚要出事情。要不你再去找一下陈景祥。别再提他的名字了。哎，要不你去找一下宣景。宣景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去找他。哎。哎，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了。啊。哦，等等。喂。啊，你好，刘老师。什么？思佳出事了，好，行，我就过来。孟思佳，你怎么能够把抹布扔到明明的脸上呢？这是很不礼貌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待他这种行为，我只能这么做。明明他呀，也是为了帮助你。老师，他这叫帮助吗？他分明是在诽谤我，侮辱我。孟思佳，你敢说你没在谈恋爱吗？弯弯心月挂树梢，像有情人儿似的在拥抱。这个世界静悄悄，树儿在摇，月儿在笑，点点星光在闪耀。是在聊天还是在争吵？眨着眼睛瞧一瞧，你知道我知道，他知道。他谁在寻找拥有此时此刻的天荒地老？他谁在祈祷拥有多姿多彩的青春年少？他谁在寻找拥有传说中心与心之间的桥？
换新月，花树梢，想有情人爱死的在拥抱。这个世界静静悄悄，树儿在摇，月儿在笑，点点星光在闪耀，是在聊天还是在争吵？眨着眼睛瞧一瞧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他知道。一生一世会被幸福时光轻轻围绕。